博和吴昕这一对无尾熊 CP， 想必大家都知道吧。自从两人参加完《我们相爱吧》后，就圈了无数的粉丝，也是让吴昕又大火了一把。这档节目的题材就是让完全不熟悉的两位艺人谈一场恋爱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人也是由于不熟悉场面，会一度陷入尴尬的状态。慢慢的，后来两人就越来越熟悉，也是带给观众们众多的甜蜜回忆。虽然这档节目播出很长时间了，但是粉丝们一直看好这一对无尾熊 CP 的，以至于粉丝们都认为两人已经在一起了呢。因为两个人在节目中很是甜蜜，两人在一起也非常的合适，所以粉丝们都非常想看到两位走到一起的。之后两人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，就算是对方生日也会送上自己的祝福。就是这样，让粉丝们干着急，都非常想让两位在一起。大家对吴昕的印象就是那种很低调不善表达的一位女孩吧，总是会扎着马尾的辫子，或者就是披散着秀发，给人一种很俏皮的感觉。然而自从吴昕剪完短发之后，再加上登上时尚圈，大家对吴昕则是刮目相看。吴昕改变了自己以往的风格后，现在更显得有气质了，从以前的乖巧可爱的女孩转变成霸气性感的模样。再看看吴昕的时装秀，短短的发型十分的美丽。当下潘玮柏也是在用心的去写自己的歌曲，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。就在一期的音乐节目中，潘玮柏则是大放光彩，在舞台上尽显自己的优点，绽放自己的光彩，很是惊艳，真的很棒。小编在此祝愿两位今后的事业会越来越好，发展越来越棒。所以不管潘玮柏和吴昕两人之间有没有爱情，作为粉丝也应该尊重两人的决定。但是从两人的日常互动能看出来，彼此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。事到如今，两人也没有承认彼此的关系，那就证明两人现在是要好的朋友。即便最后两人没有在一起，